保中乡马明山定安宫，为民国85年就开始发送奖学金，予保中乡东势乡优秀的国小、国中、高中甲大学生。今年定安宫嘛发放予529位学生将近140万的奖学金，希望透过5年千岁鼓励，学生伫未来会当有好表现回馈社会。马明山定安宫5年千岁，不只是照顾在地乡亲，嘛伫民国85年就开始发放奖学金，予保中乡东势乡的优秀学生。即天嘛特别邀请学生做伙来到定安宫举办颁奖典礼，嘛祝福学生伫未来会当有搁较好的表现。十分感谢呢，马明山定安宫可以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领取到这个奖学金。那在未来的求学之路当中呢，我们一定会更加的打拼，更加上进，也定不辜负马明山正安宫对我们的期待。谢谢。好，谢谢马明山正安宫给我们这个奖学金，就会我在以后在求学的路上会更加努力，也谢谢父母一路上的支持，希望我未来可以努力工作，可以回馈家乡。这边发放保中乡甲东势乡529位的优秀学生，定安宫嘛准备将近140万的奖学金来鼓励学生，未来嘛继续支持教育的发展，宣扬5年千岁精神。啊，咱所发放的这个对象是咱保中乡甲东势乡，到大学到各校拢有啊，因为大学4000，高中3000，国中2000，各校1000安尼吼，咱今年总共发140几万。因为你即摆囡仔一直少啊吼，所以吼，阮有将这资格放宽。啊，虽然咱这个奖金吼少少啊，嘛久吼，咱希望讲跩囡仔摕到这奖金嘛，这是吼咱庙的对因吼的成绩的一个肯定安尼吼。希望跩囡仔当然会当吼更加来努力安尼。立法委员张家军嘛来到定安宫肯定学生的优秀表现。也期待大家会当继续努力学习，伫未来会当回来婚姻观为家乡拍拼。我们的马明山正安宫、哦、可以说是在张金树主委的领导之下、哦、做了非常多的公益，然后也做了非常多的善事，把我们5年千岁这样子的爱世人的精神、哦、然后慈悲的精神，然后孝义的精神、哦、大大的发扬光大、哦啊、我也真希望讲吼，啊受到鼓励，这些小朋友吼，会当吼啊更加认真读册，啊更加友好父母，啊未来吼啊得到好的成绩，啊找到好的头路，会当留伫咱婚姻观服务。马明山定安宫5年千岁，不只是保庇乡亲平安，嘛让学生会当受到鼓励，努力学习，期待学生伫未来会当有更加好的表现，来宣扬5年千岁精神，回馈社会。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。